这个才叫哇，那个茶香这样喷出。现在就是在太平老街上面，后面是太平国小，然后现在是徒步区走这个徒步区。我们来找找看有没有素食。对，看一下，很好认呢。对啊。我们刚从老街从头走到尾了，其实素食的东西非常多，可以挑的选择非常多。等一下我们就边走边吃边看。哎，我们准备来采购。对。这边有素食的竹笋包跟叉柜，这是素的吗？素的。叉柜里面包的是萝卜丝、萝卜丝跟笋子，还有红豆。两个竹笋包，一个叉柜。好。3个100。喝一杯看看吧。这个是素的胶原蛋白，你喝喝看。甜甜的。对，微微的甜甜的，水煮滚的冲下去，搅拌一下就可以喝了。一包才20块钱，一碗豆浆的价钱而已。所以这个不是什么珊瑚草，是盐。珊瑚草的本名也叫做盐草，因为看它的样子取的一个，给它一个名字而已。但是它的在典籍里面的名字就叫做盐草。回去一定要冲滚烫的热开水，谢谢你。李阿珍，你觉得是素食可以吃的？也有蛋饼的，手工粉圆，现场制作。哎，这边有卖薏豆哎，龙豆。杨桃豆哦，很像杨桃啦。这边也有那个全素的豆干，看起来卤的蛮入味的。这冬瓜那个前面都很多人呢。他是卖豆干。哎，它也有豆干呢。冬瓜茶、冬瓜柠檬、冬瓜鲜豆、茶叶蛋、豆干。请问一下，那个茶叶蛋是素食的，可以素食可以使用 ？OK， 豆干素食也可以使用，豆干也可以，豆干也是素的。还有一个冬瓜柠檬去冰，一个辣味茶叶蛋。豆干我需要一份吗？来这边必点冬。好，那再一份豆干。OK， 原味先吃，再吃辣味。对，然后你们辣酱需要吗？辣酱蒜头。哦，辣酱有蒜头。对啊，素食比较就是比较单这样。要附辣酱给你们吗？可以。哦，好，附辣酱。谢谢。好，你有蒜头吃素比较单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牛蒡脆片，素的。你好，哎，请问一下这个素食可以吃吗？有吃蛋就可以，是不是？我要一个流沙芋头丸。放50块，好看嘞。别，这边有那个冬瓜菇，绿色是三芹菜，它是上面那个绿色的，哦，三芹菜哦，哦，水素的可以吃哦。它什么？先包下再去蒸，还是你要综合？看你要哪？综合啊，综合。这是小的，这是大的。那大的好了，100块，太大，别太大碗。可是感觉50块太小碗了。哎，这很大碗呢。对啊。它吃到什么时候？就随便吃嘛。应该要当晚餐吃。可以啊。菜头贵，我不会挑。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这个素食可以吗？全素。这个也是，这也是。对，全素。这个是。我不会挑，这是台北九份的，我不会挑，全部都是芋头。可以综合是吗？可以。我那一个小份的综合好了。小的做完锅吧，有佐料看你要加什么佐料，自己加。对，再找回来。我们要看看，我要一只素食的。素的，现炒。好，素食请先告知。今天吃好多哦，今天也买太多了吧？我北贝啊，还有这里还有。我北贝，哎，超多，吃到晚上。你可以吃到隔天的吧？吃到隔天可以。你的印象也太好了吧？对啊。之前在学甲组葵花莲吃的那个玉米同一摊，同一摊。啊，这里是蜀葵花米宫。一只35块的好玉米，有分素的跟荤的。凤冠蜀葵花园还有红泥麦片，然后可以椰子树下草皮上吃个玉米。因为很好吃，所以记得评价喝价。这也太扯了吧！你这个吃过这个，看到你是看到扛棒有印象是不是？对啊，太厉害了。而且因为写台南啊，我去把影片找出来。好好，你去找。那我们先找个地方稍微处理一下。哎呀，我们稍微处理一下。可以开吃了。哦，没个这多啊，你们吃个当。我们在太平老街后面有一个小巷弄，这边没什么人，还有椅子可以坐。好，我们开始准备来吃一下这个很贵的流沙包。小小一颗呢。哎，真的是有流沙呢，真的流沙哎，哦，真的有哎，哎，好吃呢，我们轻呼它了，好吃呢。听到25块的时候，一个25就脸有点绿掉，就看起来好像蛮厉害的哎。里面是有点奶油，起司吧，不是起司，是奶油，
跟咸蛋的味道。可是他说是起司，也有起司，好吃吗？啊，对，算是挖到，趁热吃，趁挖到饱，挖到饱，好吃好吃，不会干哦。你看这就知道了，哦，有流沙呢，就是可以，可以哦，可以酥那样子，真的好吃。而且它不是只有里面那个，它外面这是有芋头哎，有芋头，还有芋头的香气啊，哎，好吃哎。对啊，哇，很滑滑。好了，我觉得25块 ，OK， 很好吃哎。嗯，哦，意外觉得好吃哎，这下次来还会想再买，很好吃，很特别。它真的有流，对，不是骗人的。它不是那种哎，奶茶大。之前帮我买过一盘多流沙，一点都不流，没有流，这个真的有流，对，实在，推推。刚刚看到那个，你说50小份的时候很小，大份的100块，哇靠，整碗满出来。对啊，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绿色的不是什么芹菜，什么不是，是三芹菜，三茼蒿，三芹菜，三芹菜，不是香菜，也不是九层塔，嗯，也不是葱，就是三芹菜，就是素食可以吃的。啊，不是硬皮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趁热吃啊，嗯，就不会太咸了，然后蛮酥的。你听那个声音，你听那个声音，嗯，很酥的声音，是酥的，没有软掉。那赶快吃，不然放久还是会软。嘿嘿，那我觉得不错啦，还蛮好吃的。嗯，杏鲍菇蛮大块，我觉得金针菇比较好吃。好脆，喜欢脆的话买金针菇，杏鲍菇就还好。酸芹菜啊，我觉得再加这个菜。实质上的味道其实没有感觉，应该是视觉上的。对啊，视觉上好看。还有营养上面，哎，有一点青菜。这菇还有这个叫袖珍菇哦，很大一个呢，很豪迈。这袖珍菇也很酥，我觉得金针菇跟袖珍菇都可以点，杏鲍菇就可以跳过。然后这贵看起来不错哦。哎，探修，就是菜头贵，然后吃蒜头酱的味道。哦，那另外一个嘞？这个是，这个是他讲这个九份的芋头，是不是？嗯，这是芋泥吗？里面应该有一点点贵的感觉吗？有一点，对，它这个炸贵的感觉，外面是酥的，里面是芋头，然后比较黏的感觉。它是外面酥酥。你刚说我很不会形容，啊，请问一下你怎么形容？外面酥酥的，里面就是贵，然后有芋头的味道这样子。啊，跟我刚说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啊，就梦姐，嗯，好像差不多嘛，差不多哈，可能就是萝卜糕的感觉换成芋头的味道，没有，可是它比较黏啊，哦，比较干，更黏一点点，炸我会比较黏啊，里面比较黏一点，嗯，那萝卜糕就是胡椒粉跟蒜跟酱的味道，但对对，它相较之下，如果这两个要比的话，我会比较喜欢吃萝卜糕，因为比较不会那么黏啊，哦，我。基本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止饿的啦，哎，就是说吃的会有饱足感，淀粉，嘿嘿嘿，然后酱加够多就好吃。好，还好我酱多加一点。做官，有点辣，会加辣椒。嗯，它原本就有辣椒在里面。哦，它还有另外附一包辣椒酱，那时候如果吃蒜头，有吃蒜头的话就可以蘸。豆干如何？豆干不错。会喷汁吗？哎，里面是水水嫩嫩的，有入味吗？有，有入味。然后我们蘸一下这个，嗯，哦，怎样？加了那个酱更好吃哦。嗯，加了酱更好吃吗？有后劲哦，好吃哦，蛮香的，蛮好吃的。嗯，这个辣厉害。哦，那个辣可以更衬托出那个豆干卤过的那种香气。嗯，你很会讲哎。真的，就是原本的话只有一个卤过的味道，这样加了辣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哦，会把那个卤过的香气整个带出来。你想加我贡啊？来哦，原味茶叶蛋哦。嗯，它一咬下去，第一口就浓浓茶叶的香味往你的脑门喷。真的，真的。你刚刚好夸张啊！真的，你等一下一直吃你就知道，有这种感觉，真的，干，然后会有一点回甘的感觉。这么厉害？嗯，有没有？卤的蛮入味的啦，看得出来它那个味道都到里面去了，里面都是均匀的上色，那味道蛮香的。但好像没你讲那么夸张。我喜欢夸张哎呀。嗯嗯。但我觉得那个店员讲的有道理，他的豆干，我觉得他豆干真的来就一定要吃。刚吃完那个贵啊，我觉得有点干，然后我就吃这个豆干。哦，
这个才叫哇，那个茶香这样喷出的感觉，哎，里面整个那个汁这样炸出来，不用加那个酱就很好吃。所以里面最爽脆的是这个，这整个炸开来，我觉得比起茶叶蛋，我觉得这个更值得买。豆干真的推，辣味茶叶蛋哦，光用闻的就有那种辣的香气哦。香不？我跟你说，嗯，它这个辣。它一开始进到嘴巴里面是一个那种八角的香气，嗯，然后那个辣是慢慢带出来的，它是有浅入深的感觉啊，然后那个辣会维持在你的嘴巴里面，会停留一段时间，嗯，然后还有带一些八角的香气，不过干单呢，厉害，原味好吃，嗯，来，哦，压轴玉米，甜甜的，然后它是那个糯米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是很爽脆。对啊，上次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吃，可以一下就把整个吃完。那酱是还蛮厉害的，你就是会想要一直啃一下。哎，换我了吧。我们今天就用这一杯冬瓜柠檬来做结尾。其实我们还有竹笋包跟超花桂还没吃，但是没有胃，没有空间可以吃。而且我们还剩很多，刚拍的每一个就是都够春。对，都够春。可能要当晚餐。哎，它冬瓜不会让你觉得很甜腻，然后有点柠檬香气，我觉得还蛮顺口的。不会让你觉得喝完嘴巴，我现在不会觉得很腻的感觉，刚好，哎，还不错，就是调到那个味道，我觉得 OK。今天就是一个爬山小爬的一个程度，然后下来吃很多东西。如果要看爬山，请看这只。哎，看这只，嗯，吃东西可以看这只。拜拜。拜拜。这边有一个全素的豆干，买一份试看看。看起来卤的很入味。对啊，买一份小的。谢谢，你要不要辣？好，微辣。小份看起来很多。我跟你讲，它跟那个冬瓜面的味道是不一样。它这个是你可以感受到它卤很久，很入味，里面都是那个八角还是那个什么的味道，嗯，很香，卤的非常入味透彻，然后你会觉得越嚼越香。它跟那个冬瓜面是不同路数，但是它这个是好吃的，它这个没有到喷汁，但是它就是入味，非常入味，这也是好吃的。啊，冬瓜面是喷汁啊，这个就是冬瓜面，冬瓜面的就是很爆汁。你可以看这颜色不一样，冬瓜面这个就是里面会爆浆，它会比较嫩，这样比较 juicy， 但是它这个比较扎实，卤到很扎实，嗯，然后很入味，两个都好吃，两个都要买，都要体验一下。